在韩国留学的这段期间，我最喜欢，也是我最想跟大家介绍的景点——江原道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一大早我们就来到 Surfy Beach， 这里因为位在韩国的东海岸旁边，海水真的非常干净。享受海景之余，也别忘记体验这里的异国风情设施哦。这里是不是很适合跟朋友一起来玩呢？然后附近还有世界巨星 BTS 的 MV 拍摄现场，以及韩剧《鬼怪》的拍摄地点。当时在韩国也掀起一阵旋风，看这些等待拍摄的人有多少就知道。为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冲浪，我们报名了一日课程。还搭快艇前往初学者海滩，速度跟快感一次拥有啦！那就快跟着我们开始学习冲浪吧！教练一个一个步骤教，非常的亲切。实际站上冲浪板上，我跌倒一下没关系的吧？不过我也是马上就学会了。是不是很想来江原道玩一下呢？这里还有很多水上活动等着你们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